长亘连绵的定军山下，一代名相诸葛亮常年于葱葱古树间。他用传奇的一生书写了中贯云霄的不朽神话，也为一方山水开启了延绵千年的武侯文化。这座见证三国风云的城池，阅尽岁月的激荡，留下不绝的历史回响。山川蜿蜒间，飞龙腾跃；千里沃野中，丰年歌咏。生命的律动，徜徉在缅县的大地与天空，播撒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芬芳。缅，水流满野。缅字在汉语中意为水势浩大，因此在缅县，奔腾不息的汉江有了缅水的别名。流入汉中盆地后，宽阔的江水将秦岭和巴山分隔于南北两岸。这片两山夹一川的土地古称缅阳、缅县，因缅字生僻难认，后改名为缅县。不过当地仍保留着一块刻有古县名的石碑，作为遥望历史沧桑的记忆之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击败曹军，一举夺下汉中。同年秋，意气风发的他在今缅县旧州铺村一带称汉中王，为进一步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奠定了基础。因年代久远，除清光绪年间所立的这块石碑外，刘备称王旧址已淹没在岁月的尘烟中。为了让后世更好地了解三国历史，缅县文化部门在刘备称王1800年之际重现这次大典的盛况。汉中市刘备研究会会长刘自强是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深知史籍中的寥寥数语深藏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段落。这里呢是刘备初称汉中王设坛处。为搜集研讨会资料，刘自强走访了缅县历史遗迹。位于汉江出山口的阳平关，与北岸的天荡山、南岸的定军山构成犄角之势，加之自战国时期起开凿的多条古道，使缅县成为贯通巴蜀与秦陇的咽喉。而这两山一关，正是当年刘曹两军拉锯多年的争夺焦点。古代了有得定军山者得汉中的这个传说，虽然有人夸大，但它在历代的军史作用中确实起到了非凡的作用。定军山之战，刘备取得胜利，就决定了汉中之战的这个胜利。
蜀汉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为稳固汉中，命骠骑将军马超镇守阳平关。马超病逝后，被安葬在阳平关东。如今，马超墓祠也是勉县展示三国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2019年9月17日，勉县文化部门特意组织了刘备称王大典表演活动，让当地百姓更为直观地了解1800年前改写中国历史轨迹的一刻。近年来，勉县为延续两汉文明的深远影响，对阳平关城墙等历史遗迹进行了修复。三国时期重要的战场定军山，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勉县文联秘书长张雷受父亲影响，自幼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他从父亲口中得知，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正是取材于勉县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1905年，京剧名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老将黄忠勇夺定军山》，这段黑白影像迅速在全国引发热潮。定军山也随着电影这一新兴事物的传播而广为人知。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每次讲我都会把两座山，我心目中的定军山和现实中的定军山联系起来讲，告诉孩子们，定军山不只是两汉三国，它还是中国电影的第一座山。2015年，中国电影基金会授予勉县“中国电影之乡”称号。定军山时隔110年，再次与电影艺术碰撞出璀璨的火花。张雷坚守着父子两代人的电影理想，一直行走在乡间，为村民带去光影交织的精彩。他正在为新剧本搜集资料，准备将家乡的时代变迁搬上银幕。一座定军山，一城英雄事。如今，刀光剑影早已远去，因水得名、因山成名的勉县，正沿着文旅生态并进的大道，一路驰骋。漫漫金牛道，自四川出发，一路向北延伸至陕西境内。这条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古道，在勉县保留着一段完整的石板路。路的一侧，纪念三国名相诸葛亮的武侯祠，岿然矗立。蜀汉建兴12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在弥留之际，诸葛亮提出自己死后要葬于定军山，还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临死前，他遗命说：“因山为坟，种族云冠，连衣食服不需器物。”这在封建社会到现在所有帝王将相墓里，他算是一个特例。然而，在诸葛亮去世29年后，后主刘禅下令在其墓地旁建造了武侯祠。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清华在研究中发现，
刘禅之所以打破诸葛亮的遗命，是因为当时的蜀汉政权已摇摇欲坠，急需树立精神领袖以稳固军心。另一方面，蜀汉百姓在乡野各处祭祀孔明，有违礼序。诸葛亮来讲，整个廉洁奉公的忠君爱国的思想，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正是为了方便祭拜，捻县武侯祠在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从沔水南岸迁至诸葛亮生前处理军务的行辕相府所在地。因沔水在咱们建的中间流过，当年都是靠舟楫摆渡去祭奠诸葛亮，很不方便，所以把祠就放在今天的位置上，便于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随时可以拜祭诸葛亮。迁至新址后，武侯祠经过多次大修，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规模。楼台殿宇由北向南排列成五，前后七进院落中分布着山门、牌楼、秦楼等近30座古建筑。整个祠庙在参天古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清幽，集园林、书法、雕刻、绘画于一体的艺术特色，在凝重之中为其注入了些许典雅。2013年，沔县武侯祠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西原本修建在古金牛道上，官捐的就多一点，民捐的就少一些。郭曼曼在沔县武侯祠博物馆工作已有30余年，对她而言，这里不仅是世人祭奠诸葛亮的场所，更是一座延续传统文化的殿堂。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众多的匾额、楹联，歌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我给大家讲一下：成大事宜小心，一生谨慎。好多都是非常珍贵的碑，这叫唐碑。这通碑呢，是现存关于武侯祠严格变迁最早的碑，它体现的就是隶书向楷书的一个过渡。这块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并序碑，最初刻于唐贞元11年，公元795年，后经多次修整，汇集了唐宋元明四朝记事题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为保护众多文物和古建筑，沔县近年来一直按修旧如旧的原则，悉心维护着武侯祠的一切。郭曼曼则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领悟到世人对诸葛亮尊崇千年的原因。不但要有才能，而且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要高尚的品格，才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者缺一不可。1700多年来，诸葛亮聪明睿智、精忠报国的形象深入人心。武侯祠建立后，当地逐渐形成了清明祭祀诸葛亮的风俗。2007年5月，沔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仁慈丞相墓。南宋诗人陆游诗作中描绘的景象，在沔县百姓的传承下一直延续至今。
而那个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终了却当年的心愿，激励着无数后人勇往直前。定军山路汉江沿岸，勉县百姓常会捡到一种形如荆棘刺的金属残片。这种当地人口中的扎马钉，其实是古代战争中一种名为棘藜的暗器。定军山一带曾是诸葛亮屯军北伐的战略基地，勉县百姓因此认为棘藜乃是武侯发明。昔日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武器，如今变身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署40周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日本两大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三国志文物展览。勉县博物馆副馆长肖永琴在为铜棘藜和另一组三国蜀汉文物直白五铢铜钱赴日本参展做准备工作。早在1984年，独角兽等八件文物就曾赴国外巡展，这些体现中国古人智慧与审美的珍贵遗存，收获了广泛的国际赞誉。镇馆之宝东汉徽陶四合院建筑模型由19个单体组成，为主体庭院和偏院两大部分，整体结构严谨，制作工艺精巧。它的建筑非常美观，为我们研究汉代的这个庭园经济和建筑艺术也提供了一个实物例证。肖永琴对这座代表汉代墓葬文明的珍贵文物还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多年前，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勉县博物馆旧馆已无法提供充足的馆藏空间，四合院模型等重要文物被送往西安寄存。经过多方努力，勉县博物馆新馆于2014年9月正式落成，近3000件文物全部被接回，并被安放于专业的陈列室内。最受勉县百姓喜爱的东汉绿釉红陶扶桑出土时破损不堪，在修复专家的妙手下，已基本恢复了1000多年前的模样。2019年9月，勉县博物馆与各地文博部门合作，策划勉县两汉三国文物专题系列展览。历史的积淀与时代的潮流赋予勉县博物馆崭新的荣光，先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文化印记，正以一种更为鲜活的形式成为沟通古今、传播文明的桥梁。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自秦岭南麓发源的汉江蜿蜒前行于勉县的大地上，仿佛一条波光粼粼的水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自古以来，这里流传着许多与神龙相关的动人传说。
相传，古代巴人的一支从人在作战时常用板凳作为盾牌。能歌善舞的从人迁居勉县后，发现当地人崇拜龙，于是在板凳上加入了龙的造型，逐渐有了板凳龙这一民俗。19世纪中晚期，板凳龙传人宁旭贤参照古建筑屋脊上的螭吻造型，用整根木料雕刻成龙，并将板凳改为如今的三条腿造型，更便于操作。陈浩，镇川镇文化综合服务站原站长，他在镇川镇的第一项工作便与板凳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一任那个老站长走的时候，就给我了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板凳龙的资料，已经申报。然后我接手后的第一项工作，也就是说让我把它申报为省级。老站长留下的资料记录了多年前勉县民间文艺团体前往汉中参赛的动人细节。为了进一步了解板凳龙的发展现状，陈浩找到了当年板凳龙演出队的成员，老人们谈及比赛的盛况如数家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板凳龙和许多传统民俗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我内心呢，越是想把他们能够推向舞台，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还有这么宝贵的东西，在我们尤其是中国的民间还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陈浩和同事们将分散在各地的板凳龙老演员召集起来，重新排练了舞蹈，并和秦腔剧团合作，一起为村民们带去精彩的表演。在勉县新铺镇，上下翻飞的舞龙则有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清朝末年，当地村民为求雨，以草把和木棍为材料扎制出龙的形状，因龙头、龙身、龙尾共五节而取名五节龙。为了便于舞动，草龙后被改为彩布五节龙。五节龙既可单龙独舞，也可群龙组合演出，形式灵活多变，在民间广受欢迎。我们这个龙哈，短小精干，很独特的。像这个大厅啦，天间地头啊，所有地方它都可以玩，它不限制场地。杨大宝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勉县五节龙的代表性传承人，他至今保留着制作草龙的手艺。在他看来，这是继承父辈传统的使命。我们这个制作的这个草哈，叫龙须草，但这个草呢，它是脆的，所以呢，必须要高温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呢，才有这个韧劲儿。打龙的时间要给龙泼水，祈求这个苍天下雨。2009年。勉县五节龙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大宝教授村民舞龙时发现，五节龙表演虽不复杂，但操作龙身需要一定体力，沉重的龙身并不利于妇女儿童学习这项技艺。在对外交流中，杨大宝了解到各地非遗传承的先进经验。他灵机一动，按照模板制作了小型五节龙，
并在当地小学开办了舞龙课程。旋转翻腾的双龙曾是缅甸百姓朴素的信仰，如今化为传统文化的律动符号，在激昂的锣鼓声中为男女老少带去亘古不变的欢笑。依山傍水的缅甸四季分明，这片肥沃的土地自古便是重要的仙稻产区。广受当地百姓喜爱的街头小吃面皮，实际上是用大米制作而成的。陈文武原是一名货车司机，常年离乡的他十分惦念家乡的味道。为了能在外吃到可口的面皮，他特意回到缅甸拜师学艺。我们的地方就是生产大米，生产这个菜籽油，做面皮首选这些原材料，跟我师傅学的，加入一定的筋豆粉，增加了它的韧性，还有这个口感，比这个大米呢吃到要劲道一点。缅甸面皮的风味主要取决于特制的红油。本地辣椒晒干，加入各种香辛料，打磨成细末，再放入热油中小火慢熬，浓香四溢的红油辣子就制成了。趁着出锅的热气，浇上一勺红油，一碗地道的缅甸面皮让陈文武找回了儿时的记忆。广袤的稻田不仅为缅甸百姓供应了充足的粮食，如今更是成为当地探索生态农业的试验田。2018年，缅甸从江苏引进技术，在周家山镇设立了稻虾连作项目基地。小龙虾养殖上两个月以后，这个虾苗成熟，又在它的中间开垦出来那个种稻，小龙虾所有的排泄的这个物体作为肥料来分沃这块土地。在虾养稻、稻养虾的养殖模式下，一亩水田可以产出一季水稻和两季小龙虾，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今年的收成咋样？你可以，明年我准备包个糖吃。明年你准备包糖呀？嗯，大点的呀。每到华灯初上，小龙虾与火红的辣椒碰撞在一起，在缅甸的夜市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这份麻辣鲜香开启了缅甸农业的创新之路。稻秋连作、藕虾连作等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正在缅甸的大地上生根发芽。缅甸出土的汉代农田水利模型中，各种水生动植物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水田四处，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古人施法自然的农耕智慧。如今，缅甸百姓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生活注入迷人的滋味。
大山脚下的陈家营村在勉县民间有一个动人的别名，爱鸟村。家家户户的屋檐上装饰着憨态可掬的小鸟模型。春暖花开之时，莺声燕语绕耳，这是村子几代人最为期盼的美丽画面。村民们自发组成护鸟队，共同守护这群山林中的精灵。这种鸟在我们这边来了，我们村里把它看作是幸福的象征。所以呢，有些在我们这边打鸟，我们村里不管是哪一个人看见都是非常的敬神。勉县百姓保护鸟类、建设绿色小城的决心，如同一段佳音，随着清脆的鸣叫声在山林间不断传扬。中间要看他们的这个活动范围都在哪些地方，看他们有没有随时。勉县以样家河湿地为重点，在全县展开了生态修复工程。依托青山绿水的丰厚资源，20余个农业观光园区为当地产业转型带来了无限生机。2015年，勉县乡村旅游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勉县确立了游览名胜古迹与休闲观光相结合的全域旅游理念，并在武侯祠南侧兴建了诸葛古镇，作为旅游产业孵化基地。古镇剧场内，大型实景演出《出师表》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这出讲述诸葛亮彪炳一生的剧目，融合了舞蹈、武术特技、音乐剧等表演形式。除个别主演外，大部分演员以及幕后工作人员均为勉县本地人。两边往出走的时候，就给我把造型给我摆好。是啥？你听呀呀！每次演出前，艺术总监周凯会根据观众反馈，对演员表演、灯光、舞美等环节做出相应调整。周凯发现，许多观众对演员的服饰及道具非常感兴趣，文化传播可以延伸到舞台之下。2018年开始，诸葛古镇推出了汉文化研学活动，通过穿汉服、学礼仪、临摹《出师表》，许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我们做了一个汉文化的一个研学，能给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的汉文化、我们的汉武、我们的汉风。
武侯墓博物馆原讲解员蒋艳华也被这道创新古风所鼓舞。他以三国人物为原型，设计出一系列卡通泥塑作为文创产品。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用我们定军山的泥做的，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彩泥，还没有这样的好的这种环保材料，然后呢就一直在创作，做这个旅游产品，像这个诸葛亮呢、三国人物呢系列的这些。退休后，蒋艳华受邀成为汉文化研学课程的授课老师，他在新的讲堂继续为孩子们讲述精彩的三国故事。研学活动不仅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汉文化传播的队伍中。2020年，勉县文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围绕明代万寿塔兴建的滨江水街景区，未来将与诸葛古镇形成联动，共同续写文化古城的精彩篇章。山川河流间，万物的气息融入了时代的活力。寓教于乐中，流光溢彩的两汉文明点亮了勉县不断开拓创新的前行之路。绵水汤汤，穿越东汉末年的烽火，滋养两岸的百姓。高山巍巍，历经金戈铁马的洗礼，写就古城的春秋。踏着灿若繁星的文明沃土，勉县人正在壮美山河中肆意挥洒蓬勃的生机。古风新貌，圣地辉光，这是属于勉县的盛世颂章，也是这片土地诗情画意的百世流芳。